这崽子一个个咋都这么老实呢？哎，不对呀，这咋一动不动呢？这是咋的了？宁静小镇何来如此怪声？数百只鸡为何集体惊厥？又为何成群死掉？这究竟是巧合还是另有隐情？就说它会引起一个鸡群，它会很笨的，它就一直压压压，一直压，但是把那鸡给压死了，就像那个踩踏事件啊这种。合着这么半天，鸡群离奇死亡都是因为这个直升机。最后经过警方调解，航空公司一次性赔偿养殖户12000多块钱。